Hello， 朋友们，无意间发现这个抓八爪鱼的神器啊，里面竟然有一条迷你八爪鱼，还是活的。你看这个活力，能不能给这一个真实的段子一个双击，一个双击，一个双击？来了，抖音的兄弟姐妹们哈，这不有个朋友私聊我说叫我拍一个八爪鱼钻瓶子的视频哈，说瓶子越小越好，如果钻进去的话，会给我点100个赞哈。我也不知道这个小朋友是真的假的哈，反正我拍着拍了，赞给不给看你们看哈。加个关注，看我赶海吧。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，就像被骗的。我突然感觉运气爆棚啊！大家有没有老铁认识这什么鱼了？可以告诉我一下子啊！如果你们第一次见过，觉得下边发现一条搁浅的小鳗鱼，咱们把它营救出来，给它放生了。如果放生能换回咱家老铁一个小红心、一个小关注的话，我觉得是值得了。这条小鳗鱼非常的漂亮，也非常的可爱。如果你也觉得它漂亮可爱的，麻烦给我个双击，加个关注。来吧，朋友们，这是我在海边退潮以后，石头下面发现的一条小鳗鱼，我们给它营救出来，放回大海。如果放生可以换回老铁们的一个小红心和一个关注的话，我感觉是值得的。这条小鳗鱼非常的漂亮，也非常可爱。如果你也感觉它可爱的话，麻烦给我个双。